3、2、1，明愛的陌生慈善籌款晚會正式啟動。咁啊，祝大家財得更多嘅存款，咁啊，預祝咧明愛點賣生意嘅節目啦，星期六晚上嘅八點半啊，現場直播亦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績，同埋非常之多嘅善款，多謝曬咁多位。阿伯官大神父，佢咁講，佢呼籲大家，呼籲啲後生仔，你哋就快收到消費券啦，記住，消費券係唔可以用嚟捐錢噶。 不過消費券消費完之後，剩翻翻嗰來咧，你可以攞出捐款。我第一次接觸有一個高級嘅一個願望成績嘅話，覺得好感動啊！因為咧佢係俾一啲獨居長者獨居長者咧去達成個願望嘅，去想去嘅地方就會想做嘅嘢。其實10個人裏面其實有1個係社長嘅，咁但係好多時就係唔能夠得到適應出色待嘅支援啦。 咁佢變開個program好好㗎，佢除咗係幫啲殘疾嘅人之外咧，佢一定規定要啲家長要參加。家長有另外佢係要即做 counseling， 佢係點樣教到啲家長點樣教導啲小朋友。最緊要多啲善長人翁，捐多啲款。鼓勵大家去感染大家，去作出多啲捐款啦，去幫助更多有需要嘅人。希望到時候大家踴躍捐款，我哋嘅捐款熱線係1833333，係有60萬支持嘅。